承认，去独一无二的你，去独一无二的。露露，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承认。
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如同我承认，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问我，听到了吗？如果爱，我就不会走。让我们勇敢在一起吧。
是我哥投胎，我会关注这样的一个网红吗？我会喜欢像妮可这样的人吗？只有女生才懂得爱女生。耶、yeah, ，好，我们要很大声吗？都可以了，都可以。好，安大明星第一次这么那个这么早跟大家安安，那因为那个今天很特别。很特别的原因是我们在 Vido 上面12点半开始已经正式让大家看到《替身》这部这个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网络大电影，是是。然后今天在我身边，您是男主角，可以这么说，还是女主角？男主角好了。哦、oh, ，男主角好，他说他是男主角，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大明星永远最大，欢迎钟瑶男主角。嗨，大家好，我是钟瑶，我在《替身》里面饰演妮可，然后现在在 Vido 上面有在播，正在播，对，正在播。所以大家就是套一句那个之前，哦，有一天我们那个，哎，说一句那个，有一天朴学亮来那个开那个记者会，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讲说，哇，因为大家一起那个同样的节目，就什么爱玩客啊，那我们大家说，哎，怎么办？你们爱台哥跟爱玩客同时段那边打对台，他说没有，现在大家环境很好，可以一手拿配，一手拿那个，所以欢迎大家现在一手开那个 Vido， 还有我的手机也可以带上，对，然后一手。一手开到那个安安大明星，那就可以一边看直播，这是最及时的回应。欢迎大家来到那个安安大明星的那个平台上面留言，你也可以在 Vido 里面看安安大明星，然后你可以拿出你家所有 fancy 的产品出来，然后一边看替身，一边看钟瑶在这里现场跟你做回应，这很特别吧？对啊，我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哪有你昨天类似像这样？昨天在公共电视啊，对，我就跟大家玩了一下午。可以跟大家互动倒是第一次，对啊。那昨天公司已经播了嘛，其实大家回应蛮好的，有一点被灌了文这样子。哦，真的吗？被撩妹、啊，有点开心吗？很幸福，幸福、啊，很幸福，觉得就是诠释这个角色好像有成功了这样子。有啦，有很大的成功啊，那个。这部作品刚刚跟那个钟瑶聊起来说，其实拍摄是在去年的时候，对，去年10月，然后北京拍了一部分，台北拍一部分这样子。花了多长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吧。月但是其实我们做里面看到很多柔道啊、散打这些，其实都在拍摄前一个月。应该是说我们训练就一个月时间，然后拍摄大概不到一个月这样子，所以整个骑程拉长大概将近两个月左右，对，两个月，然后现在开始做密集的宣传，对，嗯，刚才讲那一段拍摄的时候有中那个有妮可上身，真的吗？有，其实说实在，我现在回到妮可身份真的有点难呢、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为了这个角色啊，剪头发啊，然后把整个人的姿态都内心怎么全都做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因为最近在宣传，所以其实每一次看这些回播或什么，其实心中还是默默的回到妮可身份上去的。是，但是来的是钟瑶，所以刚刚在那个倒数的时候已经看到钟瑶在补妆。啊，真的很糗一点。不会啊，他们说我们是故意的。脸有点油，不好意思。不会啊，有点油，就是把它吸干就好啦， okay. 因为没有什么关系。我刚刚在想说，怎么去跟那个钟瑶跟妮可，钟瑶眼睛比较大，妮可眼睛比较小。对啦，今刚刚稍早也是工作，是有带一点妆，但其实我蛮喜欢妮可里面不怎么上妆的样子。其实那时候皮肤好白，因为那时候冬天嘛，因为现在刚拍完一部戏，整个看起来超小麦肌的。真的啊。对啊。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在那个当下做最好的状态， yeah. 这表示您就是皮肤很好、oh, 不然哪敢素颜？然后刚才特别说那时候妮可不太上妆的，对，因为其实我本人是比较讨厌卸妆，我不怕化妆，我讨厌卸妆，讨厌卸妆这个道程序，所以如果想说出门了，如果今天不化妆，晚上不要卸妆喽，然后我就算了，别化了。真的吗？这样你也那时候不洗脸？会啦，要洗啦。刚刚跟那个钟瑶在。笑笑聊天，他说：“哎，妮可妮可，然后这样的名字听起来就是比较大陆这样。”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不会啊，台湾好多妮可。”妮可，对，办公室都是妮可，每个人办公室都有一个妮可，至少。这剧中啊，我跟卢姐嘛，就另外一个演员，我们两个都是单名，然后剧中也都是单名，所以是单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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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叫他的名字，我一直把他剧中的名字跟本人名字搞混。是，所以就是我相信应该他也有把我的人名字跟剧中名字搞混，所以剧中一直在想到底要叫什么名字。所以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大家到底要叫什么名字的那种混淆。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有以为我是大陆人。很多，而且当下拍摄，因为里面有一部分用北京腔，是，所以那个有些剧组同仁，然后这
真的是到快拍完才问我说，所以你是台湾人哦？对，这一种被笑死了。所以你那时候有特别，反正在你那个进入演艺圈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演越多戏的时候，在讲话这件事情上去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啊，做了很多的声音的调整。还有我以前讲话含卤蛋很严重，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吗？应该不是，这真的蛮严重的。因为你有一个含卤蛋的朋友吗？那在更早之前。哦，更早之前，更早之前。他现在也不含卤蛋了。支持师这部分要加强一点。我们不知道在讲谁。好，对，我看一下反应。你聊你的，我看我的。啊、他没来。啊，谢谢谢谢啊。对，要谢谢谢谢。你跟谁谢谢啊？你要叫他。我、啊、最喜欢你啦。对对对，然后那个旁边还有谁？大明星有说话、啊。有有有，就是小编一定要在线上勾大家进来啊！你知道在中午的时间，现在刚好这个吃完饭吧，然后就一点到两点、啊，大家可能想要休息，但是又想要看你。有人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哦，好，你直接问了。就最大的挑战哦，应该其实我本身比较，个性比较温顺一点，虽然个性中性，但是我觉得脾气什么各方面温顺。那妮可这个角色她很直接，然后她很，她又比我所谓我们的女生的角度的中性又更不一样，对，因为妮可她本身全然就是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就像个男子。对，但是我并不是想说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男生，而是心境上是女生，可是我的很多他的生活啊、行为举止什么，他是要比较接近男性化一点的，对啊，所以他有点冲突，很难。再加上其实剧中有很多柔道的部分啊，然后散打也好，要飞檐走壁啊，然后本身他就是回到，我现在有没有啊？这样你们还没看后，还没看到后面？不会，不会，他们你要去，对对对，这也没有什么剧不剧透的问题。我慢慢的都在想说，其实我们有没有直接破结局？那过程当中很多精彩都是你自己曾经的经历嘛。那你要去特别跟他们说，哎，大家记得看我哪个部分演出？这也是我本来想要去问你的问题，就进入这个进入了这个作品，当我把它点开。想要去看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要叮咛大家不要错过什么事情？我觉得里面最帅的部分其实不是撩妹啊，我觉得那段散打跟柔道，其实是我觉得最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练了很久嘛，然后一个女生，她可以在运动的圈子里面，甚至在她后来成为一个替身，一个武行，对，她有一些身段，然后她甚至在路上和人打架，一打三的那一场是真的打吗？哎，那个可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替身，就一些比较高的翻滚动作。就是有一些那个武术指导跟你大概讲一下那个中招，这个待会怎么去大家对招，然后你就是真的来了。对，然后我其实非常享受那一段过程，因为就是真的是那个拍了几次，但是我看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某一段，正好要问你这个。你说那个一打三吗？对，我跟你说真的只有一次。真的吗？真的一次 OK。好，因为其实我们要配合摄影师的速度，所以其实我们散打过程当中，可能转身还要等摄影机先过来，然后才下个动作。那一次跟厚厚姐配合的超好，然后导演一次 OK。本来替身已经准备好在旁边，哦，真的，还没用到他。他说抢我饭碗，不会啊，是表示你很用心，所以那一段打起来真的还蛮帅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啊，还是就是说，在做这个不同妮可的角色，其实很不一样，跟我本人的私底下的生活是很超脱的，是，对啊，这个部分以外，在我最喜欢就是里面的所有散打打架跟班杰那一场。在练习的那些部分都还蛮有趣的。对这件事情，鼓励所有的女孩可以习武自保。可以可以可以，因为真的学到好多东西了，对吧？平常生活中也很难遇到，但是它绝对很有帮助。然后讲到那个，你特别享受在这些，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做的特别的，不会去碰触的学习，而烦恼，然后所以。反馈回来再讲一些关于这个角色当中比较内心层面的东西。那其实，在你心里头是可以被你自己勾出来的。存在的东西，就是当然做功课是一定要的啦，但是一定有很多参考啊，有人参考，比如说真正的网红在他们到底在红什么，他到底在帅的地方在哪里？对啊，所以就是除了自己下载真的这个，这些很厉害的直播网红，这些女同志的网红，做了跟他们做功课以外，当然还是有身旁周遭女同志的朋友们给一些很多的一点点很细微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握女生的手。爆发代表是哪个位置？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情感？这个好细微，他们都有给我很多的建议。哦，真的？那你可以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吗？关于爆发这件事情。对，爆。哦 ，OK。通常以前我们习惯抱都是看到人抱过去，我就是会在肩膀上。对你平常的正常抱你家那个人的时候是这样抱，上面哦是这样抱。对，但大家自己想象这个位置。
没事，没有啦，应该没什么。这个位置就代表我是女生。哪个位置？就是如果我是抱她上，就是肩膀上，肩膀上，这个是很明显我是女孩子。是女孩、嗯。对，那如果是这样，一手上一手下，就是代表说，就是我现在跟你是友情。是友情。Just friend。对，但是如果我是因为一个 T， 我是这样从下面环绕住她的包的腰，对不起腰，就代表我是你的情人，而且我是呵护你的那个 T。这有差，这他们跟我讲的。对，那所以环抱在就是男生的他腰下，就是所谓的在角色扮演当中的比较 muscling， 就是比较男性化的那一面，这样是友情，这样是男生，这样是女孩子。所以婆就只要跨在那个肩上就好了。嗯，对，没错。哦，好，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钟瑶在那个里面，有点小小的不一样哦，这我觉得很细微，是太细微了。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一些，那可是。多久你才让这个动作在表演的时候变成习惯？习惯直接的反应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真的现场拍的时候，我们的有工作人员提醒我，刚刚好有人提醒我这一点。对，因为我们的同仁里面也有不少女同志，那同志的伙伴。这是那个生活圈当中的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情感传达方式，所以他们希望你用最到位的那种感受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到让他们可以触动的，对不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你在演了这个戏之后，然后当他越来越多人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方偶像，而且会有人跟你做特别的告白吗？还是？哦，大部分都是说啊，那个被撩到了，然后我自己也会害羞，因为其实离妮可有一段距离，就突然叫我撩人真的有点难。真的，我本来正想叫你撩一下说，啊，撩一下嘛，镜头。哎，现在看哪个镜头？我们要让那个。钟瑶撩妹，哎，你可以撩哥，哎，因为你练撩到很多人啊，他我真的认真的去看各式来跟你的反应，哥啊、弟啊、姐啊、妹啊，都有人说被你撩到。弟，对，这让我印象也蛮，这让我还蛮，你说，蛮 flirting， 就是蛮要怎么讲，很开心，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这个角色可以捞到的女生的粉丝比较多，这样，那就有男生，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一个 bonus 哦，真的吗？超级 bonus， 怎么说呢？对啊，就表示你演得很成功，你对你是一个男的了。就是对，你不是说我是一个男生，是我觉得已经超脱了一个外在可以给人的很表象的撩法，而是我觉得可能内在的一些情感可以撩动到人不同性别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深层的一面。不同的心理性别，对，因为如果有些帅是哦，可能是他的行为举止，可能是他一个拨头发的动作，这可以撩到人。可是有种是那种用情感、用深情，这个时候他可以撩到的时候是更深，就可以跨越性别了。嗯，对啊。钟瑶刚刚在那个特别讲说，其实为了这部那个电影做了很多的宣传，然后也有很多人来跟你做回应。听说第一个回应你的是一个男生啊，对，这件事对你。这件事让你会一直说再说，表示他真的很有点小重要。感动，真的蛮感动的。说，就是把他说出来。对，第一次适应，我也是第一次干，因为我们拍摄过程，美英导演不让我们看那个 monitor， 是，他希望我们可以信任自己的样子啊，然后让我们全神贯注在自己设定好的角色里面。嗯，看完之后，第一个发言是一个大学生，我记得。对啊，他就讲说啊，你不止撩到妹，还撩到我，然后他自己也表现了一副有一点害羞的样子，这样，就对我来说，那我因为其实那时候当然是我第一次看，所以我自己看妮可，我自己也是害羞的。那我看到他同样的害羞，就表示当下的我有被他感动到，那他的行为让我超级感动。我在打嗝，对不起。没事没事，对，那你感动就是也用打嗝的方式。不好意思。没事没事，这很感动啊，那个直接的谢谢，直接的那个回应都是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对对对。那你有为妮可做了什么特别的动作的设计吗？听说钟美玲导演很爱叫人家从一个小动作开始去打开这个角色的开关。未婚男女对不对？是不是？对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件事。那我在想说，那你呢？嗯。美英导演说这招在我身上没有用哦，真的吗？对，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想要为角色做一些他的习惯动作，是角色的要怎么样，角色符号吧，可以这样讲。对对对，那其实对我来讲，要进入角色第一步应该就是先把让我觉得离这个角色最近又舒适的感觉，比如说头发剪了，对啊，这不是让我觉得更舒爽，而是让我觉得
更轻松、更自在在这个角色里面。对啊，对啊，所以我自己会去设计，那有些头发外形改变了，基本上很多习惯动作就不自然，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改变了。其实并不需要为他多设计什么，主要是我为这个角色设定我的声线有改变。声线有对我整个声线有压低，然后说话的方式直接一点，就不会有那种什么喇啊、妈妈呀这种比较对比较拖感性拖棚的尾声。然后甚至是因为他的角色一部分在北京嘛，所以其实我有把在北京那段的那个咬字变得更清楚一点，对，让他感觉是有在当地洗礼过的那种学生。对，回台湾后来就改变了。对对对，就主要是我可以做的，还有那个，因为里面他做很多运动啊什么，所以有把那段时间把自己练得比较壮，比较壮。对，就是常常上健身房，然后把自己看起来变得比较有力一点这样。所以那时候你有二头肌的朋友？有，里面有一场。第一开始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其实就蛮明显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好吗？现在那个他们还在吗？没消光光的，这样比较好吧？这样帮你为那个为别的角色，对啊，就是人生总是那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然后去处理一些很不一样的那种设计。那段时间过得比较有点像男孩，对啊，很久，率性一点，率性、啊，生活上就。思考逻辑也比较简单，不是说我不是说董学通自己思考简单，是我让自己的思考模式更明了、更清晰，然后对用这种方式。那你的真实人生当中开始有这样子的那样的朋友，就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吧，小时候其实不太清楚了。反正大学的时候因为学服装设计嘛，所以其实身旁蛮多，但男同志比较多。但后来真正接触到女同志，其实是跟美玲导演合作第一部《死神少女》，那时候我第一个角色就是演你人生当中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女同志，然后也是她导演，就是对，就是周美玲导演。然后那时候我才真的才真正进入女同志的角色的圈的是这个。圈圈，因为我实在太懵懂了那个时候，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自己长大以后看这个角色，其实我看到自己的表现其实成长很多，对啊，跟以前全是不一样。那这里面的那种爱情故事啊，在你的认知当中，它其实是甜的多、苦的多，还是悲伤多，还是纠结多，还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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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事当中，其实我觉得纠结的部分超多，对，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就是。这是一种这样的感情的宿命吗？对，应该是说在你的理解里面，一攻一边是比较攻，不是攻击，是对 aggressive， 然后另外一半是比较瘦，对，比较收瘦的。那可是每当我一攻，他还没收，他就会闪躲，然后换他攻过来，然后我可能还没收到，我又收起来。那其实有一种就是一直不停在故事当中，时空跟时间上一直在交错，然后我们都一直没有机会真正的好好谈一场恋爱，就是很多东西都似有若无就没了，会那种就挑到人的心，但是就觉得啊好可惜。他们如果再勇敢一点，就再直一点，这一段恋人就成了，但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在这是故事里面的那个最揪心的妮可跟。卢杰，你可不能一个韩露哦，韩露对，最纠结的部分让人最揪心这样子。所以里面最相爱的一段是在那个你自己说你特别爱的那个，因为要做替身跳海的那一段，对，生死告别，生死告别，对，那段是其实让我最有感觉，就是完全我没有去想故事，当然很多的对话我们都很多都是赘词都自己设计了很多，因为当下那种。刮风下雨，然后又是最后一场杀青戏，其实哦，最后的一场杀青戏真的那里，就在那个地方拍，然后太有感觉了，然后那种生死离别真的是被那个环境的恐惧逼迫这样子，是对，然后那有些那种含在眼睛的眼泪真的是不自觉的，太那个很凄美，很唯美这样，用凄美来形容，对，要可以用凄美，因为其实还蛮爱那个，又觉得有点小浪漫，对，因为不知道跳下去之后回不回得来。没有，我还是没剧透哦。没说，我们都没有说。但是有人这已经开始说，哎，这个有一位那个陈心怡说，你在里面你可是一位网红。钟瑶有想过要在网络上分享记录影片或直播吗？这个问题呢，不小心我们刚刚在小房间有提到，直播对你来说是一件超陌生的事。怎么说？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但它是这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对啊，但是虽然重要，但我其实。一直以来，你不能说自己低调，而是
并不想要接触社群网站太多的一个人。嗯，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往郊外走。对，那其实我不工作的时间就是在海里面，在山里面，或者出国旅行。我就是尽量减少、避免跟网络的接触。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社会脱节。不会脱节，但是所以直播让你有点那个害羞。害羞。其实我是害羞。是因为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害羞，还是？哦，对，你讲到重点了。对吗？一个人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讲什么。虽然你可以有互动，他们可能会留言跟我讲，但其实真的也是蛮害羞的。不会，你就多办几次你的包粽子直播就好。对，我之前有我唯一一次直播是因为我自己包了粽子，然后包了一堆，然后没有人吃，不是难吃，哦，是很多，我想说分享给别人。有没有难吃？我们等下再问那个人啊，那个人没有来。好，來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了要公平起见，是包太多吗？也不是包太多，本来就分享了五个，可以看谁，就跟想说，哦，你也没有送很多啊，跟粉丝互动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用直播去抽签。那你有直播包粽子的过程吗？没有，那油头真的是油头满面的。不会，这样很自然的，欸，说不定会创造新的流量。那不然你下次就直播包粽子。我是跟我妹两个人一起，这不是很好吗？还可以两个人就看起来非常的。网络上就开始讨论说，哇，终于要跟妹妹一样漂亮了，什么妹两个人皮肤一样好。其实重点是我们两个该穿的没穿这样。哎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创造各种那个直播的款式，反正你在那个为了要演妮可，然后已经学会很多。成为网红的那个哦，这倒是真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觉得那你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这部戏，先等一下再讲。其实我们还有一段小影片 Q 给大家看一下。好， okay，因为今天算是那个在 V 头上的一个首播，嗯，那我们也希望。就刚好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把钟瑶请过来，那希望借由这个时间，最好你现在正在看，然后看到什么可以来安安大明星这边来发问，okay，要不然的话那个你就只好。日后再去钟瑶的粉丝专页发问。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那个另外一段的预告片。不过不好意思，就来这里就是还是要聊一下这边的文化。来哦来哦。哎，等我们要 Q 影片就比较老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有尴尬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就你一定还是得要做。嗯，这可能是那个有一个人没有来的原因，他可能觉得就是奇怪。OK， 好，那哎，不是这样而已，你这样没有诚意。我们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安排，就是我为您先做一次示范。嗯，请看这样，这样有很还可以吗？这个很开心的，这对于一个曾经到过法国去做一些所谓那个，您可以先，但是因为我们的导播经常性的会有误 Q 的状况，因为他很专注。所以我们要先跟他 rehearsal 一次。OK。你先做一次，请看，让他知道你大概的 tempo 这样子。那你要说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请看。对，没有没有。你在整我对不对？我没有整你，我现在做一个完整的流程。对，好，那这是一次的示范。OK。好，那接下来你要正式 cue 一下，导播准备好了吗？你看我都会问一次，像我们是非常的专业。那你要自己说，请看这样子。OK。好，来，请看。我们不是敌人，是对手。纵然赢了比赛，却将爱情输得彻底。你在直播，你玩我。帮记者问问题啊！你看他在即时未来，你看记者在他说哈，记者说您在剧中啊，妮可跟那个韩露对，火花四射对，火花四射。他说你是怎么跟他培养感情的？培养有空培养吗？还是都在练散打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练柔道的部分都是一起练的哦。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当然。卢姐本身她其实演过很多次踢，对，她这一次是第一次挑战婆这个角色，是。所以我们在开拍前，导演还想说，你们有没有想要交换自己选这样啊？但是如果要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妮可，就是想要挑战这个比较难的部分。然后那个卢姐本人是想说啊，我已经演过太多次踢了，我自己想挑战婆。哦，对，所以多半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很清楚明了在训练。他就会比较，在训练过程当中就
慢慢进入角色，他就让我照顾，他会让我比如说他真的渴了，我会给他水喝，受伤了我去帮他包扎，或是哪里酸痛帮他捏一捏，对，就是这部分慢慢就是建立一个很明显的恋爱关系，这样，对啊，是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用这种方式。你们有那个提早见面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不长，所以我们每一次见面就很努力的相处在一起，包括我们要转点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我都是坐他的车。对，就坐他的车，然后，尽量可以的话，我们每天都在讯息彼此。那在做在干嘛啊？然后什么？就是做一些那个恋人甜蜜互动的那种概念。对，没错。然后如果没有到我们，他们在开会，我们两个就是其实在我们就住在同一个那个 hotel，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在同一个房间做任何事，吃饭啊，聊天，看电视，就让自己跟对方很熟悉。对，那个熟悉感，我觉得卢姐很好，因为有时候感情的互动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她做得很棒，所以我们两个才有办法一起好好谈。那他有教，因为他比较常演 T， 那他有跟你说你怎么 T 吗？哎、欸，他中间其实因为他很帅，他真的又帅又美，卢姐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真的很美哎，对，他真的很漂亮。刚刚我还在跟那个钟瑶说：“天哪，这女生有一个角度很像谁这样子？个人美。哦，对，她有一个角度，她仰头看着你的时候，有点像，就是有一种看到，好像看到桂纶镁那种感觉。她真的很漂亮又很帅，但是过程当中她有时候不小心流露出一个 T 的样子。”然后导演会提醒他一下，然后我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变得比较柔，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个性来讲的话，他其实反而他有一部分是阳刚的，然后反而有一部分是比较柔弱，在中间过程当中，在这个比较交错的感觉，我们会互相提醒一下，哎，太帅，哎，你这样太美了。你那时候一直在接触这样的角色啊，那以你的这一次跟你第一次进入那个这一行，然后演一个这样的。你有在演 T 的这件事情上做什么调整？有，我第一次演 T，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男生。哦。对，也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男生去想，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一次演的话，我觉得经过那么多年的生活历练，应该这么想，我觉得我把尼克就是他的角色设定在一个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对。啊，然后我是一个女性的心理层面去出发，然后真的去喜欢一个人，然后我跳脱性别这件事，单纯喜欢一个人，不要去想要男女的，这个是蛮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女女恋跟男恋有什么不一样，还是男女恋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都是爱一个人，对啊，只是女生跟女生有不一样的恋爱方式。对，可能在身体上也好，或是在心思上也好，我蛮棒。我这次是一个女生的角度爱一个女生，我觉得很棒。我真的当下是恋爱的，有，那个大家都有在那个特别提到说，那个你这一次的那个这一部戏，有所以这边写到的心思细腻，表示这个人看的也很细腻，心思细腻。他说你的角色哦，所以你演的是一个女孩。如果你把他演得很 man 的话，就可能未必到很细腻，可以这样说吗？还是也不对？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个成分在。对啊，我觉得本身角色设定的也很棒。他角色设定的部分是，他虽然是一个很 man 的角色，可是他心是温暖的，他要用各种方式去温暖这个女主角。对啊，所以心思细腻是必然的。那你真实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观察吗？对，甚至有，甚至我本身粗线条，但也是有细腻的一面的。那你本人的部分也是这样，可是你本人有一个朋友好像也是这样，就是心思还蛮细腻，然后就是也很有温度这样子。对，算是比我细腻多了。哦，真的吗？他其实比我细腻，我比较粗线条一点。他比你细腻？嗯，细腻。所以。会把那个身体借你当桌布，然后桌子写字那种概念，顺便而已啦，顺便一下，不好意思，借我过，借用一下，那种感觉也还蛮好的。不会，因为特别要提这些事情，也应该让你觉得开心。哎，就是这边有人说，偶然看到了这部那个电视电影，然后才发现说，哇，天哪，你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请你继续加油。他后面还来 PS 哎。他说他去搜寻了你的名字之后，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哦。他看到这个人的名字之后，他就说：“那你的才华不会输给这个人。”这样子，你可以在这里那个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要先谢谢这位，谢谢这一位那个托比耶，不知道在不在，你在不在这个？不管他在不在啊，对啊，他回头我们会叫那个托比耶来这边。对啊，再回头。其实我常在想，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新闻好了，这段这件事情没有被感情事情没有被拿出来讲，我一旦很希望各自有各自的演艺事业的发展是可以被分开的，但其实很难。然后因为当然我们会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被看见，而不是因为对方的名字而被看见，对啊，所以当反过来的时候，对，就很嗨啊，我觉得可能。我就把说，我可能一直想要在自己的领域上面努力，有被看到，有啊，不是对，就是从新闻这件事情就证明了，就是这次因为你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所以其实不用，对啊，谢谢你投毕业，对啊，嗯，哦，其实你也不会纠结这件事啊，曾经纠结，哦，真的吗？曾经非常纠结，因为就像我可能烦。对啊，会很烦，因为做什么，大家会比较模糊，在一起这样，会模糊我们的工作内容焦点，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更努力让你们看到，可以让你们看到完全不是大家新闻中看到的那个人这样子。嗯，对啊，我刚刚想跟他讲，他也是很谦虚，可是哈，这也是创造一个自己可以被看见的某一种方式。那这个人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的要。就是觉得说要让这件事情都好像很影响你，所以其实你们彼此间对这件事情都是立场都是一样的。对，他比我有经验，所以他其实给我很多心理建设，对啊，叫我就希望我可以就专心，我们演员嘛，我们就专心 focus 在我们的演戏工作上就好，其余的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想。可对演技这种事情啊，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交流。嗯，会吗？他会有给你什么建议吗？这也是记者想问的。终于我们在千回百转之后，三立记者，在千回百转之后，终于要说，请问钟瑶啊，吴康仁在这次你演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特别的建议跟？他不敢给我建议啊。哦，真的吗？因为他不会演女同志。哦，对，那说的很好。对，但他本人也演过男同志，所以其实也还好。哦，对啊，那是他，我记得他有演过女同志，但是我没看过那个作品。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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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有说没办法，这个我没办法帮你，你要加油。但是即使我可以帮你，我也不会帮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功课。哦，真的吗？这么酷。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难怪粽子要送给别人。他吃那个时候自己也包了粽子，好不好？妈，那你送出去的粽子有是他包的吗？有，他送他的粉丝，我送我的粉丝。哦，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你们，尤其在你有了替身这个作品之后，其实你是更开怀，对，我觉得更开怀，比以前更放的，不是说放得开，是我觉得更自在、更轻松。对，以前的时候第一次真的这样面对大家，从白蚁嘛，然后爱我请回头那个时候，就是好懵懂哦，很害怕。其实对于媒体很多的见，就是成见嘛，应该觉得啊，大家都。好像都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我，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我，那又何妨？我现在是这样想。不会啦，不会啦，没有什么真不真正的你，就是在表演这个行业当中的你，然后在每次作品出来呈现的你，那在那个当下，大家因为这个作品的，你的成就好了，你演出来的最后的状态，然后大家开始对你产生很多的兴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来加了一点分数，其实是好的。对啊，其实后来想得非常开，然后其实这种互相学习的感觉让我成长的速度更快，对啊，这也是对他有很多的感谢，这样。而且你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在被看到之后，人家才会发现，天哪，钟瑶好值得探索啊！真的吗？对对对，就是谢谢谢谢。所以你要更用这种方式，然后赶快让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想法啦。对啊，然后就这次这个作品得到了很不一样的。回应，我觉得，因为替身，我刚刚还跟钟瑶笑说，我真的是第一次，就是认识五分钟之后，然后我们要进来这里开始做那个访谈，对你来说应该有难度吧？有难度吗？因为大家很多以为我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然后很好像很怕跟我聊天。我们就事论事来讲，没有事情会有难度啊，而且你又这么能够侃侃而谈，然后我们也彼此之间对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场直播有一个共识啊，我们希望把你的这个作品可以推荐出去，然后也让钟瑶这个人被认识。这是今天这两件事情要一起执行的嘛，但是也会让大家会信，因为替身就拍完了，然后他就在网络上，在这段宣传时间过后，他会一直被别人去点击，然后去被看见。可是重点来了。钟瑶的很多以前的作品会可能因为替身的声量更大，然后有很多人会再去搜寻他。那你对过往的作品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有信，有一个信心的。希望啊，但我觉得不，其实我常常想，如果我现在去把以前作品拿出来重新演一次，都不一定会比较好。
对嘛？对，因为我还反而期待看到自己每一次在每一个作品出来之后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才是我最乐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每次就都很用心啊，看你这个人就是也是很好强的人，好强、啊。而且如果一个人像死压在那边，就觉得很烦了、啊，一定要凑的比他更酷一点。走开，不用走开了，就一起出去玩就好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啊、对，加这件事，嗯，对，好，你可以加他来上安大明星。啊，好，没有事。哎、欸，他有上过吗？他没有。他知道啊，他知道你、啊，他知道他在这里上过班啊。哦、oh.。然后我叫他来，他说不行啊，我只剩下半天要整理行李，我要出国玩，所以他就拒绝我了。有机会，有机会。你回去跟他讲一下，好，他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啊，好。就是我等一下跟你留电话，我们在敲通告，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不过还是要回到替身这个作品当中来，对 对, 對。就这一次，我觉得那个美玲导演是很有心的，想要让这些故事，然后借由他每次在探索这种特殊的情感题材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设定的。对。嗯，他就觉得说，这次他在那个行婚这件事情上，而且跟社会议题有都有关系，他会关心这些事情，很棒。所以你跟他愿意有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合作，应该也受到这些他这种社会关怀或他这样子的一些使命感吗？可以这么说吗？嗯，还是没有到这么伟大，也不用这样子。啊、哦，我觉得他比我更能够感同身受。嗯，对啊，因为对他来说是一种使命感，绝对的。嗯、但对我们来说，其实，在拍替身之前，我们会关注这样的议题，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能怎么发言，或者怎么对这件事情下评论。所以我多半是那种观察，然后站在比较中立的角色去看待这两边，就是不管是支持或者不支持的这件事情上面。对，然后所以直到替身。接触替身之后，然后美玲导演他又当然给了我这个角色，他们刚好又在这个时局上面讨论这个议题，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又更加的去深入去研究，但想研究有点太深，应该是说就是去关心更多、对，然后我才发现哦，其实并不是一个啊，我们只是被我们拿来讨论的议题，它应该是被关心的问题，要解决的，它要解决的。要解决那些把这件事情当成很特别的眼光的那些问题。对，我觉得眼光这种事情是会经过时代的改变，慢慢接受。因为就像过去有很多你看以前的人，可能一夫多妻制。对，没。对，现在走到一夫一妻制，我觉得未来如果走到不管是一夫制、一妻制，我觉得它都是在走一个平权的目标，未来都在走平权嘛。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做得到，未来一定它就是一个。人类共同就是走向的方向，啊，它是可以，它一定是可以被时代洗礼而接受。但是思想上面其实并不是很担心，而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局上，我们必须做到让这个社会改变些什么，让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那你期待那个来看到替身的人可以有什么改变？改变呢？看待这种相处的感情的模式也好，或是看待一个他们也许不那么了解的情感。互动的方式也好，就你期待用你的这个作品去说什么？说什么？你不要说帮助，就是为这些为这些你想解决的问题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层面的贡献？其实我觉得背负这个议题会有点沉重。我反倒希望大家就是看到替身，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以最简单的心看一段恋爱。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超脱性别上这件事情，不希望他们只是专注觉得这是个女店、我希望他们用很平常的心去看待这是一段爱情故事。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样更棒。对, 对, 对, 对啊，所以我一开始进来本来很想问壮说，我问你哦，为什么要拍这种男恋啊、女恋啊，就是要拍得很揪心，就是不能快乐一点谈恋爱吗？你有这个疑问吗？而且这故事超级纠结的，对啊、非常非常的错综复杂。我觉得比较有人要看。应该是说小情小爱，大家都有经历过，也都看得到。但是我们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可以让大家在这个故事的纠结当中看超脱性别嘛？对吧、啊？把它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其实并不浮夸，在生活当中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对吧、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放松心情，看一般人在谈感情也都会经历过类似的事，对，还是会有什么生死告白，还是会有那些。就是说，这些是久别重逢，对这些恋爱的发生的事情，它都有可能发生在各种性别之下。对啊，不是只有男女恋才。你看八点档一样，故事这么的，对，颠覆我们的，看似颠覆，但其实都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会发生的、啊。所以你在这96分钟里面的这一段那个宁可跟韩露的故事，有一些比较甜蜜的地方吗？有啊，其实网络上面我们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应该是说我在跟他
撩妹也不像在调情啊，调情。我在网络上这么多人的面前跟他调情，因为他就是还有什么动过来动过去的那些，就之类，对啊，这都是一种调情阶段。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女生对男生想要给自己的想象，或是女生给男生的一个想象，那这次就不一样，是女生对女生，但他一样都是每个人心中的想象，对于恋爱这些甜蜜型的想象，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跟卢杰那几场戏当中很调情、很亲密的。很就撩到一点的感觉、就是在那一段苦恋当中的小确幸。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欣赏那些我们的幻想啦，应该这么讲。里面也有很多韩露在角色当中对妮可的幻想啊，包括我们两个在 kiss 啊，甚至就是在教室那一场，到他在睡一觉醒来他的梦中的那一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自己会想象的事吧，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会偷偷去想象跟他的一些白日梦里面有这个人的存在，然后做一些期盼在真实生活里面也会发生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对，就是美玲导演蛮厉害，他就是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这样子。对啊，然后你就很厉害的就把它演出来也给大家看这样子。那就是戏嘛，他专业啊，是啊是戏啊，但他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只是。就是你借由你的那个演绎，然后让这一段生活变成公众拿出来看的时候的一个，也可以让人去理解的一种互动方式。这里面有特别你喜欢的哪一段？比较最喜欢的一段吗？不要说那么悲伤。老实说，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居然是跟班杰对打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啊，稍微提到对打太开心的那个。对对对，最喜欢的，因为班杰本身他就是一个武打出身的，对，他是有功夫的人。对，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现场，就是对我们的那怎么讲，我们设定的动作，其实当下很多是班杰设计给我的。然后因为他，我突然想插话，就你的班，你一个男的叫班杰，一个女的叫卢杰，这部戏有很多名字上面错乱。就还蛮有趣的耶。对啊，都单名。对啊，那跟卢杰的戏呢？班杰在里面角色叫必胜，必胜也是两个字。Oh my god！ 好，哎，好，赶快回来。不会，我马上看戏，就有时候就是好玩一点啊，然后多增加一些可以记忆的点，然后他们就会进去里面找必胜啊，然后进去里面找那个。哦，对，好，这很有趣。反正那边对打，我觉得太好玩了，因为就是真的，我们两个人对打起来，真的，我觉得我喜欢那个动作戏。跟卢杰的部分最喜欢跟他柔道，对啊，因为柔道是很多身体接触，那个很难，因为我们要经过比散打更长时间的训练，因为他在里面是一个柔道的好手，是，我不能说他是好手，但是我要去挑战这个好手，还要去赢他，打个嗝，没事，你嗝吧。这就是中午来上节目会遇到问题，他就一定要说啊，我有点饿哎，我说哦，那你先吃东西，吃完之后就要变成这个，没事啊，那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什么？没有，你继续讲，我在帮你看大家说什么。对，所以呢，他说他铁粉，那你就叫一下铁粉哈。铁粉，他叫做杨舒涵。杨舒涵，你好。太阳铁粉。对。好，回到柔道部分，对。所以，我们在画面当中看起来一定要像是真的专业比赛哦。这个真的下足了功夫，因为我记得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其实。卢杰刚好他处在生理期，他真的太可怜了。他被这样天空飞来飞去、甩来甩去，这样他甩到就是整个脸都苍白，都眼泪要滴下来了。这样是，对啊。所以那时候当然是对他除了呵护以外，我们拍出来的成果的确是还蛮让人觉得兴奋的，因为旁边有一个很资深的教练在辅佐，然后很多动作，然后我们两个一定要配合好以外，我们两个用其实没办法讲话，因为剧中嘛，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用眼神。给彼此打暗号，那太难了，那只是一种节奏的问题。对啊，那其实那部分跟卢杰还蛮喜欢的。是，反正这部作品呢，它已经拍定好了，然后现在在很多的这些平台上，大家都可以去点击，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看，几点看都可以。这是现在那个这个时代最方便的一种视听享受。那此刻当下我们在 Vidio 就正在播，所以呢，我跟钟瑶的这段访问呢，在今天安安大明星之后，他也会在安安大明星的这个粉丝专页里面存在着，所以搞不好哪天他流量就爆表。因为一个网红的身份吗？对对啊，我努力一下。我们就会以特别的那个网络爆红的状态，然后他们就会回头再来这边去找一些当时
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不就是跟他们说的一些心情也好，或是什么也好，那以一个推荐者的跟主演主创人的那个参与的角色里面，你有一段什么样推荐大家欣赏替身的一些你自己的心情？当然，我觉得替身本身这个故事哈就很有故事性嘛，大家的从时空背景一路从台北到从北京到台北，然后时间上从三年前到三年后，所以其实很多故事。然后，但我觉得故事的背后看以外，我觉得大家需要看到的是。就很简单的一段，大家就想想它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因为有刻骨铭心，它当然就会有浪漫。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我觉得对于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勇敢呐、啊，就是勇敢去追寻。然后除了勇敢追到爱情以外，我觉得，要懂得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爱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你愿意大方分享，旁边的人就会被你感受到，这种爱是没有任何的框架、没有界限的这样。对啊，替身最棒，我就是要讲这件事。你喜欢拍怎样的照片？我最怕拍照。侧拍不带脸的。本人就是侧拍，你就要拿出这只手机，就是本节目的一个桥段，就是每个人来要留下三张的自拍照。好，我每次一看到相机，我就会很三八。我懂，不会啊。然后我个人本人已经从刚才到现在就是稀里糊涂的乱拍你了，但是。这个东西正常的使用模式是你要自拍哦，哇，你相机好清楚哦。是啊，那你要留下三张的自拍，还有刚刚再加上我的乱拍，然后要送给那个安安大明星的那个图文。天哪，你喜欢张大鼻孔拍耶？Why not？ 那你们的合照也会这样吗？啊，很多哦。真的吗？那下次你可以在你的粉专送一张给大家看吗？哦，可以啊，可以啊，其实蛮多的。你就多拍几张了，我们不限三张，三张只是我们一定会登出来，但你拍十张我们就登十张。然后你可以留一个位置，我帮你 key 那个人。啊，开玩笑的。好，啊，这我们 key 一下也没关系，我这边有跟他自拍的。你喜欢就好。啊，我帮你 key 出一张那个我跟他的自拍好了，然后让你摆那个位置，我帮我自己把它 P 掉。那你刚有自拍？对啊，啊他来上班的时候拍的啊，啊我先去我的那个粉丝专页找给你好了。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夸张啊？在这里一直哎，很多的耶。对啊，没有吗？等一下，我帮你 Q 一张，他自拍也是蛮无聊的啦。这个怎么可以相机这么好啊？哦，真的，你有想要多拍几张吗？我本身手机已经烂到也不行。真的，你就是节俭啊，叫那个节俭啊，叫影帝买啊，开玩笑。不是很还是你们钱都花去那个旅行了？我是这样子。对啊，你看你这么爱旅行，还是去潜水了？就是我觉得生活比演戏重要啊！啊，真的被发现。对你来说，就是一定要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充电，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特别的那种心情上面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在找我跟吴康仁的自拍，请你们稍等我一下。没有，我觉得本身来讲，演员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啦，用生活要做的事情。啊，找到了啊！好，我等一下 key 一下这张好了，然后我把我自己 Q 掉。啊，好。这样大家有没有很无聊？哇，你看起来很不一样哦。啊，对，你知道美图秀秀是我们的好朋友。那等一下我把你换在我这个位置，然后你假装拍一张照，然后跟他摆一张一样的脸，好了。哦，好吧。跟你一样的脸吗？跟他好了啦，跟我一样的脸，只有把我脸换掉、哦。你说我要干嘛？拍这个？就拍，假装你要跟他拍，然后留一个位置给他。哦、okay ，我帮你踢一张上去。哎、欸，你真的很大方哎、欸！我跟你说，钟瑶现在已经是我新的好朋友。没关系，他没有来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是我好朋友，所以我不特晒，我觉得就是分享爱嘛，我们在讲分享愛。一定要，我们要分享啊！反正这种事是真爱都要分享。是替身教我的。好，那我们那个。你要这样 key 上去是？哎、欸，还不错，好，就这样哦，好，我们要跟这张 key 上去，然后你要自拍，这样我看一下，我同框很困，同框很困，对，你们要同框不太容易耶。那我们这样拍的话，拍出来会是，哎，等等，我要先闪开，你要自己来一张，这样比较好 key。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就是本人一定会把这张自拍传给小编，然后让他 key 好。好。好，因为我们一个假同框的概念，哎 ，OK， 这是本节目今天钟瑶送来最大的礼物。那还好，平常原来我被框了，不会啊，哪有被框？就是哎，对，你要被框啊，要被跟他同框，然后我等一下把这张传给他们去同框。哦，真的是，您是一个这么有内涵的女生啊，谢谢，一定会为这张手板写下一段让大家回味再三的话。回味再三的话，我们来的来宾啊，其实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都一直在做最大的努力，不管是
对他的热情也好，或是对这个自己的期待也好，那都会在这条路上不容易，对不对？你自己一定很有感，然后包括从你自己来了以后，然后到有个名字一直跟你牵连着，到现在你看起来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康庄大道，然后我真的觉得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慢慢的开始有一些被别人拿来言说的自己的代表作，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要写什么？梦想是什么？梦想 ，OK， 自写不用讲，就写。在你写的过程当中，我来看吴康人有没有上线。哎呀，没有啦、啊，没有啦，没有啦，刚刚什么事啦？好啦，没事啦，好。啊，要上班了，只能看回播，好，赶快去上班哦，吼，好，啊，你叫他一下，他叫做萧俊熙，萧俊熙，对，萧俊熙要去上班了，快点，萧俊熙加油，好，萧俊熙加油，好，好，你赶快写梦想是什么，你要写梦想是，然后这样子，哦，梦想，哇，你字好美哦，真的吗？吗？我好是不是要写错字了？你不要这样子，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会突然间这样，梦想，梦想这样写，我不要写错字，没有啦，脑松啊，对啊，你是喝到孟婆汤没？没事，乱讲乱说话。主持人爱哈拉，好。希望大家看回看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当初为什么不看直播啊？这种，你懂我的意思。好。哎，字真的很美耶，跟你的人一样的那个，谢谢。那么雅致哎。钟瑶好可爱，好，赶快上班了哈。钟瑶真的很可爱。那个你要写什么？崎岖的崎。我怎么脑筋好松哦？对不起。这样啊，对。没关系，哥刚好也认识几个字。你有想法的时候，啊，我喝个水。追寻。哎，字真的很美耶。真的吗？对啊。但是。陈建明说他会持续观看 T 台，所以你现在正在看吗？那你先来听钟瑶聊天啦、啊，难得哎。宣传这样子很疲累吗？宣传哦，还好啦。我觉得每次都觉得是要让大家认识我，其实应该多半像是我来认识大家。对啊，你就是慢慢就是走遍天下，以后朋友就更多了，感觉真的很好。钟瑶在里面有唱歌的告白。戏怎么写啊？下面是什么？戏下面是诗。诗哦，对对对。哎呦，你真的很可爱哎。真的吗？妈，帅帅的钟瑶让人惊艳，演技超棒。出发喽 ，OK。好，那你要签钟瑶。好。你连签名都这样稳稳当当的，那还要压日期？啊，还要压日期。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今天是七。再让你看一下我刚刚自拍，还真无聊。一直这样，哎，不好意思，等我有，哎，他有答应我说可以 Q 的哈。七月十号，对。先生不要自己在那边乱想了，哈。七月十号，钟瑶说，梦想是。梦想是追寻的道路非常的崎岖，但是目的呢非常的美妙，所以要记得系好安全带哦，出发了。对，出发了。你的那个追寻的过程有遇到崎岖的事吗？一定会崎岖，但回头更不容易。没办法啦，回头不容易，往前走，为什么要回头？对，对啊，路都在前面，不要再折回去了。很崎岖，很颠簸，记得系好安全带。你从替身之后就不崎岖了。哎，路上的确崎岖，一定会遇到更多崎岖的事情，只是还没碰到。对，接下来就是，反正当我们又更勇敢来去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记者的提问就会越来越麻啦。哎，不怕不怕，来吧。没什么好怕的啊，反正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不然你是要怎样？对对。然后直播的那个时间，你知道我们现在聊多久了吗？知道。不好意思，我们聊了快一个小时哦，真的？对啊 ，OK。然后还开心吗？啊，蛮好玩的，是不是？嗯，就是我们初次见面，然后可以跟你有这么多的对话，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开心。Me too。您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直被人认识的人，不管是对观众或是对很多的那个同业来讲。我觉得您真的有很多独特的内涵，果不其然，为什么这么特别的人会喜欢上一个这样的女生？谢谢建安哥。不客气，不客气。你知道的，就是人都是物以类聚，所以你一定有你强大的地方。互相。如果他也这么强大的话，他不会是你的压力。包粽子都包不赢你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对自己的那个替身，在做那个最后的
节目结束前最后的推荐。哦哦，公视播已经昨天已经播了嘛？对对啊。那网络上的话，希望明今天从中午十点半之后，在 Charco TV、爱奇艺、台湾站、Vido 网，然后 GoGo、乌拉拉，还有。我们是不是人好？我们人在 Vido， 然后让你讲那么多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就是人好，都可以没事就讲，就是希望你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哦，对啊，这是认识钟瑶一个很最近要认识钟瑶最棒的一个方式。对，可能跟我平常看到的我不太一样，但就是这个是我想要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这样子。是，嗯，然后你可以持续的在那个表演之外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继续去旅行，然后继续去跟。拥抱大自然，要潜水，要上山，要下海，然后不管怎样，你愉快开心，然后你们就持续的在外面，不用回答别人的问题啊，被拍到就拍到，然后反正网络上自己会上传，然后不用解释，就是这是你的感情，然后就是你的生活，然后就是全面的。当你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那个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些问题嘛，所以这些都。放轻松，放轻松，这样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安安大明星第一次为了一个这么特别的女生，然后放在这么中午的时间。谢谢建安哥，真的真的，他喜欢在中午聊天，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说好啊，那我们的立场就是来的大家都是大明星，希望你们在这里都可以帮自己的作品，帮自己的选择的这个工作做到最棒的，对，介绍。然后让别人对你有更深一步的认识，还有真的也很谢谢替身，就是让我认识这个角色，其实让我认识不一样的自己。对啊，就是我感谢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机会，真的谢谢每一个给我机会的人。真的，你真的很特别，讲话声音也好听，然后真的吗？真的啊，因为变少女了，都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梨窝哎，在笑起来。哎，他那边在那边，哎，两边不太对称，因为我没关系啦，为什么一定要对？笑歪会笑歪。然后那边比较那个左边的比较深。右边的比较小小的那个浅浅的，好，素颜也很漂亮的钟瑶，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安安大明星，嗨，请大家去看他扮上帅气的模样，大网红在妮可那个地方跟大家做展，我们还有留下一些日后他如果愿意再来还能聊的事情，还有很多，对嘛，我们还没教大家怎么做网红呢。啊，对啊，你现在一定很有心得的。心得。那我们刚开直播不是想要这样子吗？对。他说两个人给他们讲最简单的怎么当一个最厉害的网红，一件事，如果让你整理出来有一个必备的条件，一个就好。当网红哦。你现在都没有心得。我觉得就做自己啦。好，这有说等于没有说，这就没想一个最好的。替身就是叫你做自己，要独一无二，因为你独一无二，所以别人就有关注你的理由。哦。对啊。是个好说法，所以要当一个。当一个成功的网红，请大家先认识你自己，什么是别人没有的，对对对。然后这个东西在网络上要靠你自己把它变成大家喜欢的，对。然后会没有你，他们过不下去的，对。这样才会应该是这样红啊，对不对？那替身持续现在在访谈结束之后，哎，等一下96分钟，哎，12点半播，我们现在2点，所以他还没有播完。1点2点，对对嘛，他还有6分钟。嗯，好，那我们剩下6分钟给你去呼一声，就希望你去看替身。好，对，赶快替身，现在6分钟应该最感人的那一场。哦，真的吗？对，应该最感人的那一场。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场。对对对，在岩石上生离死别那一场。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去看替身，然后那个看完替身再回来看安安大明星，随时点选，让你。一定会越来越爱钟瑶这个女生。我会分享在我的网，谢谢你，请你也要帮我们那个安安大明星那个做最好的宣传，尤其回家跟你那个朋友宣传一下，好不好？叫他有空来玩乐一下。好，没问题。再次谢谢钟瑶，然后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那个谈话的允许，让今天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愉快。然后希望借由这件。这一次的访谈，大家对钟瑶更多的认识，谢谢你，谢谢建哥，谢谢蜜兔，安安大明星今天访问钟瑶非常成功，下次见，谢谢大家，必看替身哦。
是敌人，是对手。一棒！纵然赢了比赛，却将爱情输得彻底。你在直播，你玩我？你是小鹿投胎来的呀？你说没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没有看见我在看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自己，那个我喜欢的你。你怎么在这儿？我现在动肚子。小杰，我是你的替身。我不需要你当我的替身。